十，刀杖品。一切具刀杖，一切皆未死。以自堕他情，莫杀教他杀。一切具刀杖，一切皆爱生。以自堕他情，莫杀教他杀。余求乐有情，刀杖加恼害。但求自己乐，后世乐难得。余求乐有情，不加刀杖害。欲求自己乐，后世乐可得。对人莫说粗恶语，如所说者还说辱。愤怒之言实堪痛，护及刀杖可伤辱。如若自默然，如衣破铜锣，以得涅槃怒，与汝无真故。如牧人倚杖，驱牛至牧场。如是劳与死，驱逐众生命。渔夫造作诸恶业，却不自知有果报。吃人以自业感苦，宛如以火而自烧。若以刀杖害，无恶无害者，十世中一种，彼将迅速得。疾苦痛失财，身体被损害，或重病所逼，或失心狂乱，或为王迫害，或被污重罪，或眷属离散，或破灭财产，或彼之房屋为劫火焚烧，失者身亡后复堕于地狱。非裸行劫法，非涂泥绝食，卧地自沉身，非以蹲踞住，不断疑惑者，能令得清净。延伸住极静，调御而克制，必然修犯行。不以刀杖等加害诸有情，彼即婆罗门，彼即是沙门，彼即是比丘。以残自净者，世间所含有，彼善必修入，如良马必鞭。如良马加鞭，当奋勉忏悔，以信戒精进，以及三摩地，善分别正法，以及明行足，汝当念勿忘，消灭无穷苦。灌溉者饮水，健将之矫健，木匠之神木，善行者自愈。